我妈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细个的时候她一直都很忙。哎，个衫洗好了。哦，咁快嘅？系啊，赶住载我仔。哦，慢慢行喎。啊，好。只有在吃饭的时候我才见到他。加烦恼。无论几忙都好，他都会陪我吃饭。加饭。仔，加啲饭啦。今晚翻唔翻嚟食饭啊？唔知啊，唔知啊。而家轮到我好忙，同佢见面嘅时间就越嚟越少。Hello， 妈，今年翻唔翻嚟过年啊？好忙啊，迟啲先倾啦。OK 啦，我唔阻你啦。过年咯，今年又唔翻啊？妈，我终于明白佢点解时时叫我加饭。其实我食耐啲嘅话，我就可以陪多佢一阵子。